府院人士一动驻美代表金溥聪即将要回台接掌国安会，府院高层透露，这是要借重金溥聪的外交能力推动两岸事务。而就在下个礼拜，王章会就要登场了，外界也因此解读金溥聪这一次返台任职，可能是要为两岸领导人马习会来帮忙铺路。不过今天马总统是笑而不答。龙头马英九先生上香祈求风调雨顺。 大年初九天公生，照惯例，总统马英九前往木栅指南宫上香祈福，对今年国运很有把握。而就在前一天，府院人事异动，驻美代表金溥聪将回国负责国安会，马总统看来更信心满满。马协会有福吗？金溥聪跟他有安全的作用吗？ 不止发福袋，马总统笑而不答。府院高层透露，这次金溥聪的人事安排将借重他的外交能力处理两岸事务，而王章会在即，金溥聪返台更被解读是为马习会铺路。我们跟大陆领导人的会面呢，我们不排除，但是必须要创造有利的条件。王章会本身到我们没有赋予他这个任务，他只是整体两岸关系提升一个重要的一步。 马总统盛鸿专案虽然表示没赋予王章会任何任务，但谈话当中依旧看出马总统对两岸领导人会面相当期待。谈话马习会没那么简单吧？努力的方向啦，但是我认为大陆现阶段应该还没有准备要做这么大的一个调整吧。马英九也急着在他的。 任内跟中国的关系哦，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跟发展哦？大家都很难想象说金溥聪不会去参与到选举啦哦，长期以来他都是马英九做政治斗争跟选举哦最重要的一个引舞者啦。不管马习会有没有谱，蓝绿立委杂音不断，适逢年底七合一选举时机点很敏感，也难逃外界质疑金溥聪返台重出江湖，要为选战操盘。UDNTV蓝永森、刘一轩综合报道。